歡迎大家嚟到 Linda Chung's Channel。好多人咧都會話啊，嘉欣點解你生咗兩個小朋友之後仍然可以咁瘦嘅咧？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做咗媽媽之後咧，我自己都好注重身體健康，所以喺運動上咧，其實我都會做少少嘅。咁但係咧，要用咩方法去做呢？你知啦，做咗媽媽之後好忙噶嘛，揾時間揾空間去做已經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咁呢一樣嘢今日要介紹咧，就係我嘅好朋友 Trampoline。呢一個就係我平時用開嘅喺香港嘅一個 trampoline。So anyways, I will show you 一個比較我平時做開嘅超級簡單十分鐘嘅運動。咁啊 ，so let me show you my 10 minutes workout and hope you enjoy it。好，我哋一開始就做一個 warm up 先，記住呼吸，開始彈跳。你唔使彈得好高嘅喎，只要你有少少彈跳力已經 OK。跟住我哋就开始拍打自己嘅身体，其实呢个系一个拍醒自己嘅细胞嘅一个动作嚟嘅，记住一定要超级放松。然后我哋就开始将啲手咁样去举高佢，摆喺隔篱，然后我哋就开始 work on 我哋嗰个汗杯啦，将我哋嘅脚同我哋嘅手都系 twist 嘅，这个动作非常之好，有帮助可以瘦手啦。又可以 work on 个 inner thigh 啦，记住一定要 keep balance 喎。自己觉得有啲动作做唔到嘅话，或者比较难少少嘅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容易啲嘅 version。然后就 get your balance， 开始做 high knee。其实个 knee 咧，即系你个膝头哥咧。那个高度你自己因，如果你可以再高啲就高啲，但系我就中意比较natural 少少嘅，咁就冇咁辛苦。跟住就开始嚟个 jumping jacks， 呢一个就 work on the entire body 嘅 ，stimulating 你嘅 lymphatic system 去开始 work 嘅。跟住做一啲 heel taps。Trampoline 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因为佢好 low impact 啦，唔会伤膝头哥啦。同埋其实佢系 workout 你整个身体嘅，同埋佢系一个其实比较容易做嘅一个 exercise 嚟嘅。同埋因为我哋嘅淋巴系统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valves， 佢系需要我哋嘅弹跳力啦，去将啲 valves 可以开闩，导致到啲血可以咁样去流啊喺个身体度，咁样先可以清洁到嗰个身体啲 body toxins 啊嗰啲咁嘅嘢。系啦，跟住咧就做一个 rest 少少，记住 breathe。跟住我哋就开始做 twist 我哋嘅身体，一个 very good for like a digestive system， 个手嘅动作亦都系可以瘦手臂噶。跟住就做一啲 scissor runs， 都系 working your core， 你会开始已经觉得个心脏开始跳得快咗好多啦，跟住开始会有少少出汗，好正常嘅，最紧要 have fun。跟住我做呢个咧，就系个 backhand sway。
其实这个 trampoline 你无论怎样跳都好都 OK 的，最重要你是 keep 到 balance，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需要你的弹跳，其余的手啊脚的动作其实都是 extra bonus， 可以帮助去消耗其他 fat。然后就举高手做一个 above hand sway， 你会发觉真的很累的。这个运动真的很好，因为十分钟的一个弹跳已经是等于差不多三十分钟的跑步，但它是比跑步更加没那么伤膝头哥。跟住我就开始做个 half jumping jack， open and close， open and close， keep your balance， 小心啲 ，OK？ 如果当你唔 balance 嘅时候，你一定要揾翻自己嘅 balance 先，然后先继续做呢啲动作。接着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手臂的动作，这个手臂的动作呢就 very very good 去消耗手臂，但你也 都是有个弹跳力啦，帮助你可以keep 住那个 lymphatic drainage 和 cardiovascular 的运动。跟住又再 relax 一少 ，just let your body loosen up。然后系啦，我哋就开始做一个arms roll move， 双手伸长做打圈嘅动作，向前打圈，再向后打圈。跟住我哋做 C 动作，呢个又系 work 紧你嘅手臂，因为我谂大部分嘅女士们都系想收手臂，系咪？咁一路做紧呢个弹跳，一路做紧呢个 cardiovascular 嘅运动嘅时候，亦都可以收埋手臂。开始去到尾声啦，咁我哋就开始做一啲少少嘅 opening of the chest 嘅动作。跟住就去翻呢个 light jog， 一个 light jog on the trampoline， 又再 rest 咯。开始跳得冇咁高啦，你见到我嘅脚尖都冇离地啦，因为 I'm resting 而家。记住 breathe。跟住 rest 够就 say bye bye， 做你嘅 happy dance like me。哇，完咗啦！开始做个 stretch。
好攰而家，好好噶呢个运动真系，因为佢真系帮你个心脏啦跳得好快噶。你唔一定要跟足我嗰个 variation 嘅，其实你可以做啲咩都得噶，中意拣你中意嘅音乐又得，总之只系需要要你嗰个弹跳嘅动作，咁就可以帮你个淋巴系统咧就干干净净。咁如果你哋中意头先我嗰条 workout 片嘅话咧，就记得 like subscribe 同埋 click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 同埋留言俾我啊！我哋一齐 fit 落去，好唔好？好，拜拜。